王子健、张伯钧上场。感谢大伙，谢谢你。我知道啊，你们来也是憋着听内幕来的。不会让您失望的，翻场再说了。哎，有惦记听完就跑了呢，先摁住了。你们知道新闻现在这东西忒讨厌，哎，你弄个手机这边跳下来就现场直播的，是不是？跳下来就现场直播的。像前阵子不是有这事儿，汪小菲还有大 S， 徐熙媛，哎，小媛小飞，俩人啊结婚了。结婚了。这个张朝阳拿手机给人录微博实况转播，那人不闹什么呀？哎，让人觉得心里挺不痛快的。张朝阳没来吧？哎，看着人那通出去啊，那长得也确实特别一点。你说长得像不像的无所谓，就是找人特点。学名人张朝阳是谁？学成龙也行。他呢？马云，对吧？学一块儿去，学马云那疼，受不了那东西。哎，哎，你学个刘欢啊？刘欢，政治化。啊都会，相声演员基本功，说学都差。徐强、王志宏，他们俩让我挺恨的很。哎，为什么？我上回就说他封箱演出赶他过生日，对吧？今天赶王涵过生日，是他的。我是两天后，我就没过生日赶上过演出，气死我了。说什么明年也得在工作日开始演了。但是大家的这个时间也挺不对，徐翔、王志宏俩人最后都 open 成那样了哈，哎，挺接受不了。哎，王志宏来我们这儿时间不长，徐翔我倒是了解，他长的。哎，徐翔我倒是了解，之前徐翔也是来北京，外地孩子到北京，来拜府的，没什么新鲜的，对，租着房子住，不容易。哎，您相信您各位也有这样，没办法，租着房子住，租房就租房吧，赶上这街坊合租的，还是一女孩子。我那怎么了？还是一女孩子，俩人天天的就跟一块儿过，人家都认为是两口子，其实不是，就是各租各的房吧，也正常。哎，各租各的房。后来呢，女孩子有一回啊，哎，让男朋友给甩了，哟，心里头挺难过的。到家，你说到家里了，这虽然租的也是家，那可不吗？心里这点委屈全出来了，一通哭。说，哎，徐翔一看这怎么跟这哭？那我也不能创作了，我也不能，你跟这哭，让谁看？您有一位算一位，谁看着一女的就跟您隔壁那屋哭啊？您也慎得慌，是吧？你琢磨是吧？徐翔的侠义心肠出来了，侠义。哎，下厨房给女孩做了碗热汤面，哦，挺好。哎，配了个鸡蛋，小卧子，哎，配了个鸡蛋，哎，弄点菜，弄点西红柿，搁一筷子拿回去，挺好，女孩吃。哎呦，女孩子也是哭半天，她也累得很，是吧？也累了，而且主要脱水了都哭。哎，脱水了，哎，这赶紧吃这面，吃下去之后，哎呦，舒服多了。哎，看着徐翔小伙子长得挺帅，啊，刚做完饭，小脸碰，通红通红。哎，小女孩看着徐翔，一把把徐翔手就攥住了，说：“嗨，我以前也不知道你是这么细心的人。”他说：“要不然的话，咱俩就凑合过得了。”徐翔说：“不行，你没男人样，我有。”后来不是跟王志
桶就。可爱的两朵菊花。搭档一块儿，俩人反正俩人在后台吧，我们也起一个外号，俩人这场叫什么？二环，哎，都是零。过了上不来了，哎，为什么？肯定不上来了啊！后台抢蛋糕，抢那辣。吹着玩儿，哎，您以为呢？吹着玩儿，多有意思！你以为？哎哎呀，我用你们证实我说的话，那是怎么上来的？讨厌，为什么？因为咱这人就是你也看，哎，我说的台上的台下都是真的。您瞧，因为我这人啊不骗人，有什么说什么，有一说一，不能说的话，我明告诉您这事儿我不能说，哎，对吧？对，你像张木星跟其他徒弟的事儿。我就告诉您无可奉告，无可奉告。你怎么了这是？你看你这是找倒霉。你说没什么可说。我说你无可奉告，无可奉告，对不对？这就没什么可那什么。我们倒有事了。哎，没什么可说的。徐长王是很公开的，公开。而且我心里头啊，心里头虽然膈应，你这嫉妒吧。咱们不歧视人家，不歧视，不歧视人家。其实有好多人说这个话，有人说，就包括也，这就是我们开玩笑，说相声讲究罚卦，开玩笑嘛。哎，罚卦罚的，对，说老认为我性取向有问题。哎，我就说这话啊，谁认为我有问题，谁把他媳妇儿搁我屋里睡一宿，他敢吗？别疯了是吧？是吧？谁认为我有问题，谁这么试试的，对吧？哎，搁张伯钦一点事儿都没有。哎，反正说这意思，意思三句哈哈，两句笑话，得给您逗乐了。您这话对，人就这样啊。说相声的不敢说是高台教化，没有，但是也基本上啊，没有说教人学坏的。这话是，哎，都是导人向善的，劝人小好，哎，所以徐祥王志宏，我也老劝他们，不干俩人，俩人也不干，反正怎么说呢，都挺好，世界就是这么和谐，各种事物咱们都接受，哎，不能歧视左撇子，对吧？不能，是吧？你就拿他当左撇子看也没什么大问题，哎，没什么大问题。人呐，把心放正了最重要。这话在，把心放正了最重要。甭管看见谁啊，哎，辈儿大的来了跟人客气，应当的。辈儿小的来了也得跟人客气，这也是必须。人讲礼义为先，树将枝叶为源，这是老话。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，是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。哎，是不是这话？有这话呀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具体到咱们的生活中，嗯，不管说看见谁了，哎，跟人家问个好是应该的。嗯，你看我们俩人合作的关系，是师兄弟儿，又是搭档，见面就得问好。张先生，您好。好，您好，好，您好，好，我也好。谁问你了？我省着您问了吗？怎么说呢？这是您问了，您这个家里都好啊？家里头啊？家里都好啊？嗨，那得看您问谁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嘿，您问谁好啊？问谁谁好？对呀、啊，不问谁倒霉。您这是怎么说话呢？什么叫问谁好啊？问呢，问的人就好。问谁好？那么问谁呢？问哎，问您的母亲，
老太太怎么样？我母亲啊，好啊，老太太好，好。那您这个大姑好啊？好。二姑好，好。三姑好，好。大姨儿好，好啊。二姨儿好，好。弟妹好，好。嫂子好，好。老妹妹好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我们家是寡妇大院是吗？男的呢？男的呢？男的有啊。哪儿呢？我们家有男的呀。咱搬一块儿住一天，合适吗？不合适。啊？一起住也不合适。什么意思？我们家有男的，你也得问。怎么慢慢来嘛？说呀。你们家得有男的。当然了。男的，我给你拆对一个啊。什么叫拆对？你看这男的问，哎，您父亲怎么样啊？张老太爷。老爷子怎么样啊？老爷过去了，过去了，过哪儿去了？咱就刚过去那位是你爸。别加亲，这就来不及了。哪个是那位？我问哪个是？哪位是你爸？不明白是怎么过去了吗？过去都过那边去了，什么意思？这边下士，好下，你早告诉我下士，这才明白下市场了吗？做买卖去了，对面卖牛肉那是你爸爸，卖驴火那是你爸爸是吗？怎么你不是告诉下事儿了吗？下事儿就下市场了，什么意思呢？跟你这么说吧，啊，棒棒糖，棒棒糖。我这难受，这提棒棒糖干嘛呀？我管着点，我这烦着呢，就没了。我这还棒棒糖，棒棒糖，看着看着，谁爸是棒棒糖啊？我爸没了，干嘛呀你这？你爸爸没了？没了，那你还不找去呀？你笑出来啊！你笑出来啊！找啊！前两天你手机丢了，你就不找？找啊！你爸爸丢了，你不找？这能找？你当然了，你说你贴小广告的呀？这告白条寻人启事，你找去呀？不是这怎么找啊？这个词儿会吗？不会。我告诉你，您告诉我。我告诉你，哦，那您丢个爸爸啊？我有学问。那您教。我为你编的这个词啊，我好好听听。你就小广告上写寻人，寻人启事嘛，上写寻人啊，人字那倒过来，鸭。你不带这么跟老头开玩笑的啊？还不是直接写棒棒糖吗？知道吗？怎么骂上了这都？你没明白？我不知道。倒过来看，那吉利。这字能吉利啊？这字吉利啊？不知道。你想啊，您说，咱们逢年过节的啊，家里贴福字的有没有？都得贴呀。福字怎么贴？怎么贴？倒着贴。对呀。甭管谁一看，哎，这阵福到了，福到了，说明福就来了。哦。你这人字倒过来，人一看，哎，寻人的啊，人到了，人到了，哎，你爸爸就找着了。我就借着吉利音儿，哎，哇，哎，你人到人到了就找着了，哦，上写寻人，啊、下就这么写、啊，怎么写呀、啊？写，嗯，敬其者切闻，哎呦，这切是蒜叶的，忠不顾身，嗯，孝不顾耻，哇，重当竭力，孝则尽命，一套套，乌鸦反哺，羊羔跪乳，禽兽上之，惦念父母，啊，就怎奈三年。年给养，十月辛劳，为人怎可忘怀双亲？鄙人张伯鑫，我于昨夜啊，偶不留神，走失了亲爹。亲爹不是亲的，是亲的，是亲的，亲的你就是亲爹呀、啊！亲爹，亲爹，亲爹，走失了亲爹几个？一个，七个，七个。好的，七个还我妈是白雪公主是吗？还七个？你说的七个？哎，你就一个，舅一个，舅一个，七个啊？就一个爹，就一个爹。对呀、啊，走失了亲爹一个啊，干爹七个。要那玩意儿干嘛？干
贴几个？一个没有，一个没有。对了，像走失了亲贴一个、啊，干爹没有。你写着干嘛呀？当时出城报，该管公安机关通传查找外，可登报端，倘有四方人人君子得其下落者，将我全爹送回。全爹，你得要全的啊，要不然缺须短影，没水牙，没报纸，没上交响剪的，你怎么样啊？蛐蛐是吗？你要全的不要，你要全的，要全的吧。哎，就这么写 啊，将我全爹一份一份送回者。嗯，酬养5000块，酬金以待是绝不食言。下边写你们家的地址电话，你爸爸走的时候穿的什么，戴的什么，长什么模样，最好啊来一照片。你这什么呢？你这太麻烦了，你这不，你这别想省事，你可不是太是这想省事，你正不是招事。我怎么招事啊？你不信吧？不信呢？你就写啊，相声演员张伯鑫，我丢了爸爸一个，有人把老头送到家去，我给5000块钱。什么事儿啊？你悬了。我怎么悬了？你悬了。你想，这个世界上需要这5000块钱的人是多的，哎，老头也多。人也不知道你爸爸长什么模样，对吧？这个公园早起遛早的，遛鸟的，遛狗的，大长凳子上坐着聊天的，下棋的，也不知道你爸爸什么特征，想要这5000块钱了，过去绑老头，绑老头都送你们家去了，给你甭多来，给你来40个，我40个爸爸，你一个爸爸是5000，这就是20万啊，有啊，钱不钱就不说了，这40个爸爸，你是留谁不留谁？我全给你们家送去，我要那个吗？找几个爹好好管管你，什么意思？不是你真不懂家，你爸没了吗？没了就这么找啊？成心吗？这是成心呢？死了？什么？死了？谁呀、啊？我爸。你爸爸死了？对呀、啊。不能。不能！你琢磨，你爸爸这辈子之前他就没死过呀？您说话真讲理，这不废话，人死可不就一回吗？我知你爸爸死了啊。知道为什么这么跟你说吗？那你还为什么呀？挑着你理呢。你凭什么挑我理啊？哎，你爸爸死那前儿你是没在北京了。对呀、啊，你上啊海南岛那边啊，部队里去慰安去了，对吧？我干嘛去？哎，豪歇当兵的比这人多，豪歇要当兵的多着呢，是吧？哎呀，我应该死我爸前面才对呀。我好像我还是有这体魄的啊。好像当兵的呢。哎呀，鼓掌啊！为你演出鼓掌。我去海南演出的慰问去了。慰问去了。慰问。哎，您是没在北京？没在。你回来就没扫听吗？什么？从你父亲病重谁照顾？嗯。老头死了以后谁发送老头办的白事？没问问。我问来的呀。好多人没干我呀。我。哟。我给张老大人，这事您帮的？那当然了。哎，关键我不是冲你，那您冲着谁啊？冲的是老头。哦，各位，您不知道我们俩这关系？您说说。从小就是一个院长起来的。对，他们家呢、是哥仨。哎，他上头有一哥哥，下头有一弟弟。是啊，哥仨踩肩膀下来的。对，他大哥今年是36。哎，他呢是32。我呀，他三兄弟今年是17。对。你这不是人话知道吧？啊，这叫踩肩膀？那什么意思？你悬殊太大了。今年30，有了。今年30，我那过去就住他们家街了。最小啊。他们家呀是一人家庭。嗯。平时不坐班，有演出上哪儿去上哪儿去。是。家里头老有人。哎。我们家呢小好。哎。小好。我们家不小好是吗？我们家是双职工。啊。双职工，哎，一有个上班，爸妈都上班去了，我一人在家没人照顾。托付给他们家老爷子照顾我，这事儿。哎，老头啊，我到他们家时候我最小，可不吗？谁都是疼最小的这个。哎，他父亲对我那没得说。嗯，要星星不给月亮，疼他呀。说实在的，您说拿我怎么着啊？拿我就当亲兄弟一样，真是。不，哎呀，您别感激，我想抽你了，都知道吗？拿您当
当亲生的一样。太对了，拿我当亲生的一样。对，咱你爸爸病去我就去。是啊，天天上家瞧。您说说说说。但是您说真那么想去吗？啊，也不是。哟，过去跟老头关系那么好，啊，眼瞧着这人谁都一样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可不嘛。眼瞧着这人一天不是一天，一阵不是一阵，一会儿不是一会儿，是一时不是一时。哎呀，谁心里头是个滋味都难受啊！谁心里能是个滋味？嗯，但是说啊，但是又不能不去，哟，就怕见不着这最后一脸儿。各位，我这人就这样啊。老头不是我亲生的父亲，但是说，在老头都病得重成那样的时候，还上海南那么演出去，这么不要脸的事儿，我是干的。哎，您不如直接骂出来得了。您说是不是这道理吧？是，哎，是不是道理吧？反正那会儿天天我就去。哦，那天我又去了。您说，家里头就是他大哥伺候老头，可不嘛？那天一进门院里，啊，老大正在那儿熬药，哦，打他爸爸病下来都不吃饭，可不嘛？天天的就喝这点儿中药，全靠这药定的，靠这药活着。嗯，哎呀，那天一进看大哥那儿又熬药，我赶紧过去问问去。您去了。我说大哥，嗯，老头今天怎么样啊？我大哥怎么说呀？嗨，昨天晚上弄口药还得喝啊，这不是今儿早起喝点药都给吐了，更厉害了。我说那你还打什么字啊？啊，赶紧找车把老头送医院呢。是啊，废话啊，能送我不知道送吗？哟，老头宁了他不去医院。我说大哥你呀，得了，咱俩也别说了，我去劝劝他去吧。正好我也开着车来的，啊，我跟老头一说，要是活得心眼了，赶紧咱就送医院，好不好啊？最疼他也有可能。哎，把这个他大哥就扔在院里，嗯，上里头看老头儿，临进去了，上里看老头儿去，啊。一进这北房，从这个堂屋看这卧室，啊，就看你爸爸躺在床上，嗯，太阳穴撇着，腮帮子抠着，俩眼皮耷拉着，躺在床上啊，没有人样，脱了相。气若游丝，我走着我可站住了，眼泪下疼很啊，谁受得了啊，哥？那可不嘛，当时我这心里头看你爸爸躺在那儿，我心里头说呀，你说什么？你也有今天。怎么您这样啊？这是，你原谅我 啊，因为我这个人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感情。哦哦哦，我就是说，怎么原来那么高那么壮一老头，现在怎么就这样？是是，怎么这样啊？反正哎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啊，这句话说完了呢，啊，我心情平静了。你全骂出来来呢，你还不平静了？赶紧过去看看去吧。去吧。过去一扒拉他，我说大爷，大爷，我看您来了。我说自荐。看见来了，我父亲呢？真灵啊！啊，听见我都呼唤。你爸爸微微的抬了抬这个眼皮，抬眼皮了。我一看，瞧我了啊！赶紧啊，噙掉这个两颊的泪水，陪着笑模样是。我说：“哎呦，魏大爷，您看您今天这气色可不错啊！啊，您这病一天比一天就见好。老头呢？说明这中药还真是不错，还夸。但是按我说呀，嗯。”这中药虽然是好，哦，但是呢起效太慢了。您看把大哥都熬成什么样。嗯，干脆您听我的吧。啊，咱们呢上医院弄点西药您吃吃。嗯，那边呢24小时的呀有大夫，哦，照顾的又好。是，你看你爸怎么样？我父亲呢？白手。这是，我呀不行了。爸爸不行，我不行了。我爸爸也不好，我不好。爸爸要死，我要死。爸爸早该死。咱们 happy 两下得了，知道吧？你甭笑我这挺难受的。瞧他，你甭笑，甭笑。我一看这也不听我的呀，啊，不听我的，正发愁呢。嗯。救星到，救星，你三兄弟回来了，哦，他来了。他三兄弟呀，啊，是打那会儿，嗯，他父母刚离婚，哦，跟着妈就去了南方了，啊，一直啊在那边上的高中，上的大学，哎，在那边是参加工作。是，这回一听老头说怎么不好，嗯，打着飞机就回来了。哎呀，打着飞机就回来了。
这帮人都废了，我修这事你说吧，还是飞机回来的，进门一推门，哎，赶紧，哎呦，我看见他了，我说呀，老头什么样？老头啊，从小最疼他，也是啊，但是说这么些年没见着，这个一看见他了，许他说话有用，有可能他一说让老头去院，许就听他的，快说吧，我过去一把手把三兄弟摁住了啊，我说三哥你可回来了，赶紧吧，劝劝老头让他赶紧上医院，你三兄弟处处参差可不吗，四娟不是我说，那么长时间认不认得我还一回事儿。哎呀，我跟他说什么他能听我？啊，我说三哥呀，你就别说这个了，赶紧去吧，是都不行了，你赶紧说，一瞪他，给他瞪在你爸旁边儿啊。老三就赶紧看你爸的爸爸啊。顺嘴答应儿呢？没没没，我太投入，我太投入。我这叫你爸爸呢。是我答应啊。老三的反应，我这儿别言声成吗？顺嘴刀，这儿别言声成吗？不能言声，知道吧？不能言声。老三的过来。您上医院吧，给过去了。您上医院吧，这个医院呢有先进的医疗的器械啊，24小时的有大夫，又有护士啊伺候您。你爸爸一听什么？哪儿的护士？哪儿的护士？这个老东西怎么还不死啊？这个德行在这儿。你怎么说话？接着什么呢？这是怎么说？你还真能说啊！就这么一听护士俩字，这么一激动，哦，最后这点精气神可就快涣散了。哟，当时俩眼皮奔下一扎了，啊，往床上一挺，有出气的没进气，要坏。你爸爸，嗯，没了，没有了，得，完了，完事，完事大吉，吹了。吹灯了，吹灯拔蜡皮儿了，皮儿两张了，土了土点了，梗了梗屁了，梗屁着凉了，梗屁着凉，大海棠我脚边子干白糖。你爸爸是无常到了，万事凶了，俩六一个腰啊，眼儿猴了。哎呀，怎么一说到您那么嗨皮啊，说的我一看这哪行的呀，老大还在院里熬样呢，可不嘛，我得给他报丧，你得跟我哥说去。可是你说这是谁张得开嘴的话吗？哎，这对啊，谁张得开嘴？嗯，过去跟你说，哎，你爸爸死了啊，不能干，受不了啊也。你大哥那么些天跟着那儿熬着，是30多岁的人，整个这脑袋上的头发都给熬白了。哎呀，现在久病床前无孝子，可不嘛。你大哥做的真是道，真可以了，人已经很虚弱了。嗯，我过去跟他说，哎，你爸爸死了。许他能窝我，他也完了，对不对？我这一边想着怎么跟他说，一边奔门口走，走着走着我可走到了，但是词儿没想好。那怎么办呢？你大哥看见我了，问我啊，哎，子健，你不跟屋里陪老头，你出来干嘛来了？我说你怎么那么会问呢？啊，我没想好怎么跟你说，他也难办。但是他问我了，我又不能不张嘴，你不能不说话呀，站在那儿熬药呢吗？我说，大哥，把手里那个撂下，不熬了啊，不熬药。一听说我不让他熬药，好像是他有点明白怎么回事。哎呀，但是呢，人都这样，没得到确凿的消息，打算欺骗自己，有这点幻想啊。跟我说，不熬药了啊？废话，不熬药，我爸爸吃什么？大夫说了，这副药下去准见好啊。哎，我说这不是自己蒙自己，自欺欺人吗？我听到这儿，我再也忍不住了，眼泪哗啦我就下去了啊。大哥，大哥，老头没了，说出来了还没有了，完了，完事了，完事了。我让你过瘾来了是吗？我爸都没了，这个我让听见全的。用不着了，用不着。你大哥一听咋着？
老头不好。是啊，父子连心呢。啊，对，三步蹦个两步就往里间屋厅里头绕啊，到里头扑通通跪一半床头了。三兄弟早就跪在那儿了，这哥俩抱着脑袋跟那儿一通的哭，太难受了，爽啊，爽啊，爽！这是什么人话吗？这个抱死来了还爽？是，我也说你们俩干嘛呢？干嘛呢？什么呀？这都是什么叫爽？你是打着飞机来的是吧？爽什么呢？爽什么呢？啊！这会儿三兄弟站起来了，一拉我这手，啊，见了，你不知道，爽死了。挺嗨的。后来我问明白，我知道他怎么回事啊。你爸爸小名啊叫爽。你看，你想这没包边了。怎么没包边呢？您叫张国新。对啊，说有朝一日您要是有个归天啊，哭您怎么哭？怎么哭啊？心呐、啊，心呐、啊，心死了，一个意思，爽啊，爽啊，爽。没包边，这里没、哎、没有包边。您那叫王自健。好，行，我也知道法不责众，对吧？您遭棒了，要还是你一人还哄你知道吗？起球了，真的讨厌，这就甭提我了。你也别老说我爸这小名儿啊。说这意思吧，啊，我看哥俩在那儿哭哭得了，嗯，别老跟这儿哭。当然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老头是刚踹我，对吧？刚踹啊？没有，不，老头是刚啊。刚蹬腿儿了，刚撂皮儿了，不是怎么你把那大炮再嗨一下是吗？刚翻眼了，这就没了，死了，刚死了啊！对，老头刚死了，是，这会儿不能跟这儿弄啊，死三在地不可打闹。对，俩人在这瞎哭什么呀？嗯，这会儿得商量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？怎么装殓老头？怎么发送这封白纸？您这话在理？谁通知亲戚朋友都得有人管呢？可不嘛，赶紧给拉开了啊！我这。三哥，大哥，嗯，这个呀，先甭哭了，咱们商量怎么办？是啊，啊，怎么办？嗯，大哥站起来了，记着我呀，啊，把家里钱都给我花了，都花了，姐姐可心疼。别心疼，是老三个站起来，我三兄弟呢？大哥，我得说你一句，他的意思是都难受，嗯，但是你要把家钱全花了，我不能赞同。哦，爸爸活着的时候，嗯，勤俭持家不错，不这么省着，买不下这所房子了，养不活咱们哥几个了。啊，你这老头是钢踹，不是钢皮儿，钢脑袋，钢没有，反正刚死了，刚死了啊啊！你就这么花钱，嗯、老头都合不上眼呢。是啊，我一听俩人说都有道理啊，但是这事儿不能听他们俩的，哦，叫我办的，您办，叫我办，嗯，但是说我办，我也不一定办的利索。我这话怎么说呢？为什么红白喜寿事，嗯、啊，单有一行人做。哦，你外行干这个，说白了吧，啊，你这个钱花的又多不说，嗯，是给你办不利索。我这哪儿找专业干这个？是你说专业的，现在这个年月，解放都60多年了，是啊，61年了啊，说是怎么没有找点票友行吗？我去找票友哎，找这个久病成医的。久病成医了，久病成医了，哟，这我没明白。家里老死人的，啊，哎，就家里有老死人，找这么几位，不是，这都有谁呀？徐强、王志宏、齐满意、王长宝，啊，这都是死过爸爸的。他说的啊，我没有啊，不是，他说的、啊。我说的，就说找这几个人，甭管怎么着吧，得对得起老头。当然了，说实在的，嗯，你爸爸这辈子不容易，可不嘛，那真是为家为业昼夜操劳，嗯，以至于人老气衰，哎，心脏之症痛觉剧烈，嗯，虽经北京著名的医院什么新兴前海东大，脏死了是吧？得什么病啊？这是大医院。协和同仁阜外安贞，这还差不多。四大医院肛肠科临，没肛肠科什么事儿？是是是。
临床会诊怎奈是医药罔顾，他老人家迎风而去，驾鹤西归后，本希望极乐是姐儿娃儿去了。报丧的符文发出去，各地的亲友都来吊唁。既来这个花圈这样的挽联纸牌，不计其数，有的写指挥飞化白虎铁，有的写血泪染成杜鹃红。好词儿，别人不写，我能不写吗？您必须写呀！拍出一张纸来啊，刷刷刷写下四个大字。好，心里想的是，老人死者已矣，写四个字，对你们子孙后代有个寄托，让老人家走得安心呐。啊，你写的什么呀？五世其昌。哼，给力各位，我们家五辈往后代代昌盛。那是，想是这么想来的。但是呢，写的时候出了个小纰漏，昌字旁边啊加了个女字。你们家五辈往后圈鸡，挣钱就行了。什么玩意儿？你写的这都是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。不爱看我揉了重写吧。你帮你多写了就，哎，反正说这意思吧。符文撒出去，挽联寄来了，说明什么？什么？亲友可就要到了。对，到这儿得吊唁老头儿。当然了，你那么干摆着不行啊，床上不能看字，得有东西、啊，得把老头儿装殓好了。嗯，赶紧给你爸爸穿寿衣。您再说说，要说你爸爸这寿衣啊，真是讲究。什么？我没见过啊，没见过这么好的。您说，不是一般死人那个砖过袍的鞋帽，那是你爸爸是信佛的居士，不错，穿的是整身的佛经道服啊，讲究，整部的金刚经、佛罗经背、水袜子、云鞋、蓝衣的盘金线，厚底的福字履，再看这棺材啊，更了不得了。您慢慢说，前门外打磨厂、外一祥木厂的货，材料叫做金丝楠，好东西，寡阴沉里啊，这皇家才用这东西，上黑漆，三道大漆拢金边，头顶福字，脚踩莲花，正当中写你爸爸的官衔和名字，哎，上写清风，清风俩字是红的，是下边用白色的油笔写宋体的扁字，写的是清风，哎，登侍郎，张太公父亲，会，国荣。那我爸爸是摔死的呀，不是病死了，那是。跟楼顶打电话，小灵通没信号，来来来来来来啊！不像话都，会张老太公，张老太公，哎，都弄好了，这该干嘛了？干嘛？入殓，不错。不能说跟一般穷人家似的，那是敲木声把尸体搁这棺材里窜完了。那我们家呢？那不行啊，讲究人家有这个说法，什么叫入响殓？什么叫入响殓？那得听听响啊。不错，听听响啊，各位，过来几个人啊，你抄你爸这尸首照着棺材里头。响极了，哎呀，头大的全来了，不是这个响亮，什么叫响，得有动静，哎，得有动静，当然了，摔呗，转转，什么意思？不是这个，奏乐，吹拉弹唱，吹拉弹唱，请来二十个吹锅手，吹锅手，吹管，吹簧，吹鬼，吹灯，鬼吹灯，鬼吹，吹什么东西？什么什么？这要命的，你什么嘴？这是吹鼓手，吹鼓手啊！二十个吹鼓手，哎，吹唢呐打大锣，吹那个大锣那么大，可不嘛？敲起来，哐哐，弹，敲的人心忙啊！可不嘛？啊，这会儿掐尸的入殓的四位师傅，过来一搀你爸爸这尸首，赶紧请大爷。哎，这叫什么？什么？长子抱头，这叫抱头啊！大哥拎一 AK 过来，你爸爸。哎呀，好抱头，不是这意思，抱着脑袋，抱着脑袋，什么抱头像话？抱你爸这脑袋，扛起一起，哎，那边赶紧起家伙，当然了，家伙唢呐就得响啊，得起来呀，滴答滴滴答，滴滴答，你那家人们，好。
好家伙，这快乐劲儿，怎么吹这个调？反正吹锁了，我不知道吹哪牌子。你也别瞎使，不是吹哪牌子。嗯，这边他往里一搁，哦，这算礼毕，是都弄好了，布置好灵堂，嗯，等亲友来。到三天头上，啊，你们家来二十个大和尚，好，咱二十大和尚给你爸爸念经呢。哦，念这个接三经，是念接三经怎么念？怎么念？叫做咽口失食啊。找这个，念咽口失食啊，一边念经一边打纸钱撒小馒头，讲放一火盆，这叫咽口。嗯，给大伙学学和尚念经。哦，这念能行，啊，学和尚念经可太好太好。说实在现在听不着了，怎么现在都火葬场那边奔的一炉，哈烧完了拿出来都那个拿煤油烧人，现在没有和尚念经了。没有没有，给您学学过去净土宗的比丘怎么念这经。净土宗您都会？哎，特别的有意思。太好太好，特别的好。我们听听听。先有一个大帽，大帽，大和尚戴一五佛冠。哦，知道五佛冠吗？啊，知道知道。这五个，五个，这是 K。嗯。干嘛？这叫顺金是吧？这太像话吗？这边一洗手，这边一施礼，有这个。咱听着净土宗的。道场成就。还真是这味儿。镇济江城。八个字。斋主虔诚，上香设拜。咱好好听听。潭下海中江声好。这还困不困？困困困困！哎，我爱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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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歌曲了。就看那大帽，有解释吗？大帽站起来，从怀里掏出一nano来，冲着你哥哥深施一礼：“施主，对不起啊，啊，犯错了，啊，犯错了。这个呀，是贫僧晚上哄孩子睡觉。”这不是人话吗？好像他哄孩子呢。出去。够冲出去，到这个七天头上，啊，和尚们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念这个迎七经，哦，迎七经、二七经、三七经，不错，连念七七四十九天，这才能够出殡。瞧瞧，到出殡那天，抬头一看，这天，哦，那好天，黑的跟锅底似的，好家伙，呜呜呜，打雷。咔嚓就打铲子，哎呦！我一看这样啊，你大哥赶紧让个人把这棺材呢竖在院子当中，这不行，要不大伙都趴在旁边，对，都躲开点儿啊，别打雷劈着你们呐！那要不死劈我爸爸呀？我拿我爹给当避雷针呢，是吧？有句老话讲得好，怎么说呀？死猪不怕开水烫。怎么说话呢？这都说这意思吗？意思。正这功夫，乌云散尽，是红日喷薄。嗯，赶紧出殡吧。该出殡了。门口立三颗白沙糕。嗯，两边是钟鼓二楼过街的牌楼，讲究。正当中那大牌楼什么大的？什么大的？蓝白花纸大的彩牌楼，上写三个大字。嗯，当大事三个字，孟子曰：“为送死者以当大事。”不错。两边的钟鼓二楼，这会儿是音乐齐奏，鞭炮齐鸣。嗯，有两个黑红帽在灵堂引路，请来这个文官点主，武将进门，连放三声铁炮，由杠夫二十四名将金官请出门外，后换小杠四十八杠，最后换大罩八十人杠。太像了。杠夫满都是红缨帽、绿罩衣、剃头洗澡、穿靴子、晚穿套裤，八十人杠换三班，240人。多讲究啊！这遍啊，发送出去一字长蛇五里地，最头这是三丈六的明镜幡，哦，紧跟着就是纸人纸马，纸人纸马，有开路鬼，开路鬼，打路鬼，英雄斗志不豪图，方必方向，哼哼二将，秦琼敬得神术玉垒寺的门神，有杨觉哀，杨觉哀，左伯桃，伯夷叔齐，名曰四贤，西罗散扇奏大乐，两堂彩斧一顶，引魂将，有军乐队，军乐队，管乐队，铜管乐，打击乐，铜音发鼓，自己文唱，七个蜡烛在家庙，松豪松露松亭子，松伞松幡松轿子，花伞花幡花轿子，金瓜乐府朝天，邓是鹰滚鹰翻，鹰照鹰。
这太像话了。支队啊，黄缎子绣花伞，一台上嵌金福字，有飞龙旗，飞龙旗，飞凤旗，飞虎旗，飞豹旗，飞雕旗，飞熊旗，飞鱼旗，飞鳌旗，四对香幡，八对香伞，尼姑二十名，道姑二十名，和尚四十名，老道四十名，喇嘛经四十名，北京佛学会居士，您的居士也来送殡，都来。公子薛柳，薛柳150对，花圈400对，挽联400对，正当中摆影厅一座，上有你爸的照片。什么？九零后还这德行，这一着急拿错了啊！这是你爸爸跟你小妈照的大头贴，拿去，大头贴的换回来。各地送殡的亲友2000多位，胸前都带着白纸花，有两个白帷幕，白帷幕里头俩人搀着你哥哥，是俩人架着你兄弟，这哥俩头戴麻冠，身披重孝，手拿哭丧棒，你大哥左手还扛着引魂幡，哭的是泣不成声，撒纸钱的北京最有名的一撮毛给你爸撒这个纸钱，那真是一把纸钱直直高，三层开花满天飘，叮叮叮，这是大关照照过来了，我们两个打响尺的到村就走，打了叮，打了叮，打了叮了叮个当，打了叮了叮个当，叫公立大门的去是吗？什么动静啊？打响尺了吗？别出这事儿啊！大关照，80人照，唰唰走的是又齐齐又稳当啊！讲究，大关照过去，后头60辆洋马车拉的是家属女眷，也跟着出来送殡。这殡早晨9点半钟就在你们家发。从北京由北城到西城，由西城到东城，由东城到南城，转遍了北京49城，一直都挺好啊，直到请到了著名歌星蔡国庆过来给你爸爸唱了首歌，大家全跑了。他唱什么呀？唱回家看看。在日本留学的猫小张送王子健、张伯钧5个花篮，刚下飞机带着一身和服，和服社两二班的人好吓我一跳，哎嘿呦，送王子健2只花篮，祝他生日快乐，因为他是28号生日。墨迹送王子健和张国新共4只花篮，祝王子健生日快乐。热心观众一名送王子健5个花篮，祝他生日快乐，我替他谢谢。刘颖小姐，不是那男的呀、刘颖小姐送王子健和张国新5只花篮，祝王子健生日快乐，张国新一定要坚持住，坚持住什么？魏二黎，恭祝小王爷拜师，恭祝小王爷生日快乐，永远支持二饭，掌声。祝吹牛会死星人送全体演员5花篮，我谢谢大家，我谢谢这位给大伙的这油款。左小东、白涛、邝旭三位先生送王子健3只花篮，翻场谢花篮。都有走的，对，今儿没有，都看热闹来的，是吧？这个大家也都知道，拜了师傅侯月华先生，没错，哎，拜了，那是我相声的老师二弟，往上倒，往上倒，师爷常宝华先生，对，再往上，我的太师爷马三立先生，哎，说自荐是马派的，不是侯家，不是侯派的啊，是算侯门马派的。这么一个也算是，哎，认祖归宗，哎，认祖归宗。这个呢，其实好多人质疑，尤其好多这个，咱们直说啊，郭先生的支持者，哎，说当初啊，瞎了他们的狗眼。慢慢听，慢慢听。哎，看王自健那跟个人似的，现在，其实啊，人郭先生自己都说跟二大爷没仇。哎，我就觉得现在这些人呢、架弄的这个郭先生有点下不来了，他自己没台阶让这帮人捧着。说实在的，当初我8月份站出来
挺郭德纲的时候，还是那句话，我也不是挺他，挺的是我们剧场相声小圆的这种剧场相声。说都说起我支持他的时候，我就是侯月华老师的徒弟啊，那会儿您怎么不骂我呀？对不对？那会儿干嘛不骂我呀？说实在的，那个这人的心胸一看就看出来了。哎，我那会儿说完那之后，我师傅到今天还是收我了，对吧？那你都说他跟郭德纲有多大仇，那可见谁把这事儿已经看开了，对不对？谁把这事儿已经看开了？还有人说那个，说别的都不问你，就问你师傅那卖假药，他又不是卖药，对吧？他又不是卖药，他就是给人家，您说代言都算不上。代言都算不上，做一广告去，做一广告去。那这节目录完了，你电视台播不播？是先录是先播，对吧？咱弄明白了，肯定是先录的后播的，对吧？那拿电视台的，电视台都给你播了，那说明你这个产品电视台也认可。我师傅当时我也问他来着，当时出这事儿的时候，我说您那些代言那些玩意儿你都不看吗？他说是，我都看您合格证了。啊！但是他们不合格，我有什么办法？这是什么问题？不是一个两个艺人的问题，包括郭德纲先生代言的那个什么什么减肥药，都是我都不信，他肯定都有合格证。最后没用怎么办？你不能骂艺人，对吧？艺人招谁惹谁了？真说这一套广告，连播出带发行带拍摄带请名人代言，一共花那么些钱，艺人拿走的就是最小的那一部分。最后你不能让艺人都承担了，那你那些质检部门干什么吃的，对吧？你们每天跟人似的，这是看我一眼干嘛？啊，我是做广告的，办公室里头坐着是吧？那些产品就没拿到你们单位检查过，你查出问题了就为收一红包让他通过，结果坑的是我们艺人，对吧？这是整个的一个体制问题。其实那时候我也做广告的，您该告我是吧？嗯，因为他做的那个是瘦肉精，谁呀？后来因为你做那广告就没人信嘛，对吧？没人信，人厂子就倒闭了。咱说这意思，说这意思不是说，而且怎么说，侯先生在我心目中呢，为什么那会儿我就视他口蒙的徒弟了，直到这周三才摆知让大伙儿知道，这叫什么？我们行里有规矩，叫师傅访徒弟三年，徒弟访师傅三年，这是规矩。现在这个社会说三年没有，一年总得看看吧。哎，我也得看看这师傅是不是那么回事啊？师傅也得看看这徒弟是不是那么回事啊？我跟他接触有几件事，我给大伙儿念叨念叨，说念叨念叨，好吧？这个早在特别早非典的期间，那会儿我还想呢，我也不认识侯先生。我看中央台做了一个非典的那个节目，有周涛，有他谁谁谁聊怎么预防这个得非典。哎，周涛就跟人说呀，您进家之后啊，先把这个外衣啊脱在门厅，哎，然后您再把这个什么呀里头这件罩衣啊脱在客厅，最后呢就穿着内衣进卧室，再换上干净衣服出来。我师傅当时就乐他说，老百姓家里就一间房，你让我们怎么脱？这是侯先生的原话，这是原话，说明这个人，这个艺人是心里有老百姓的一个艺人，而且算个好人。我也是因为他这句话，当我要选择的时候，我说我向着门，我总得拜一师傅，我拜谁呀？他是我的第一选择，不开玩笑。包括跟他认识之后，那天看中央电视台，有一个那栏目记不住了啊，有一个说这个哪儿南方啊还是中部地区有一个小伙子得艾滋病了，然后呢本来是已经通过当地的教师考试啊，马上能上岗了，体检查出艾滋病了，不让他教课，哎，而且把这事宣传的小伙弄得挺别扭，中央台一副这个正义凛然的样子为艾滋病人说话，就跟我支持徐强是一样的啊。没他的事，就是是他早晚也得得，哎，是甭看我你也保不了。说这意思，郑丽莲支持艾滋病人，这你不能这样，这是基本人权，乱七八糟说。我师傅说句话给我都逗坏。他说什么呀？你们中央台那么支持的，把他调你们那儿上班去。
对吧？这是一个非常幽默的心里有正义感的老人才能说出来的话。对，我拜谁与不拜谁，正义就在那里。准备这个什么为名为利，我说那是胡说八道。我跟您说，我们哥俩现在跟这儿说相声两年了吧，我来两年了吧，你两年我五年了、啊、你别说你之前那三年之前我没少培养人、之前三年什么样我也不知道。从我来那天，我们哥俩每个月自己掏钱奔礼炫。我为名为利，我打一年前就认识侯耀华先生，他给我说句话，哪个国有团我进不去。我现在也是起码科级的待遇了吧，起码科级待遇，国家三级四级以上的演员的这个职称标准了吧。这话说的对，对不对？舞蹈队小姑娘我也那咱先，我没要，我拦不住了。闭嘴，你闭嘴。我因为什么？我就跟这儿自己这儿坚持说，我说了两年了，我赔着钱，还一堆人说我怎么怎么样，我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让他们说点，不是让他们说的事儿。我跟您说，狗就这样，狗就这样，冲着没骨头的人就叫，哥们儿有骨头，他们只能摇尾巴。好，往下看，走着瞧，看谁还坚持的跟这儿说，谁还每礼拜见大伙儿。最贵50的票，你就能看见我。你花50的票，你上别地儿，你能看见他们那儿最好的演员吗？记着我们今天说的话，各位啊。的事儿越想越生气。我认识315晚会一编导，就原来我也是做电视的出身，哎，在各种电视节目里我也是幕后，所以这个圈子我认识不少人。哎，当时啊，他们就跟我说我们啊，从每年3月16号开始攒着，知道假冒伪劣商品以后，攒住了明年315好用。我说那你就让他们蒙老百姓一年是吧？他们怎么说？他们就是这么干的。发现你说真是，你说315变成形式化了，打假什么时候不应该做？现在看你以后保护起来了，保护起来，扶持他发展。明年315的时候先要钱，不给半滴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脑白金吃了真有用。我怎么不信呢？脑白金吃了他就不傻了，就真有用，对不对？脑白金吃下去要是真没用，在你那边播了那么长时间，给了你好几亿的广告，你为什么不办它？不是因为给你钱了吗？对不对？您看找每年这个晚会上办的那些没有什么大企业，除了惠普啊，没有什么大型企业。为什么大型企业都给他们广告费了？那是合作伙伴关系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这跟人西方真的就没法比，没法比。西方国家就是谁对就是谁对，谁不对就是谁不对。哎，之前我也是有一个哥们儿，前阵子要移民，移民马上走了。你说这东西一伸说走了以后，西出阳关无故人呐，跟人喝两杯吧，劝君更尽一杯酒吧，聊会儿天。我说你干嘛要移民的美国去呀？啊，你对咱们现在社会不满意吗？我满意。都满意的，满意。那你是对政府不满意？我满意啊，我满意。那你是对自己收入不满意？不，我满意，满意，我满意了，奇满意是吧？我满意。那你是对什么不满？空气质量不满意？我满意啊，我满意啊。我说那我就听了，你什么都满意，你干嘛还移民到国外去？对呀，是到那儿我就敢说不满意了。
这是个意思，谁把我火拿这就不点了，因为现在也不是政治的，点完我还早死两天了。这是姑妈送的，我的姑妈给送的。姑妈来，姑妈今天病了，病了。姑妈病，姑妈，你看这人不到，蛋糕就到，什么病？不是感染吗？吃了是吧？能吃吗？吃了，吃了。反正挺谢谢的，真没跟台上，你别闹。真没跟台上过过生日，说实在的，可能也不是真的。来，大家一块儿，咱们给他唱个生日歌吧，好吧？第一天来到，为什么鬼门关啊？来，我起个头啊。自荐非常不容易啊，这个辛辛苦苦我们在一块儿的话，马上呢又一年了，咱们一块儿唱首歌啊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。高兴的事儿也哭不出来了，哭不出来，这真是你终于谈上过生日了。这感谢大伙儿，抓紧时间再说一个，再说一个，他们行了，让路是吧？抓紧时间，我们争取也是赶快有完场啊！哎，抓紧时间再说，因为什么呀？因为您也知道，最近啊，拜师的这个新闻发出来之后，也有不少人骂我吧？哎，但是我这人一向心态特别好。心态特别好，你批评我呢我接受，为什么？因为人只有被骂的时候你才是最冷静的时候，你得琢磨为什么那么多人骂我呀，肯定是我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多找自己的不足，那有不对的地方我改呀。对呀，咱们包括相声界也好，演艺界好多这种例子，是啊，有人骂的人改了就好了嘛，对吧？知道不该让徒弟打人，你说就不打了呗，是吧？你说不打了呗，知道圈上，反正开玩笑啊，开玩笑，这事儿我还是支持他，我还是支持的。而且我跟所有骂我的郭德纲先生的支持者说这么一句话，你说吧。按照郭先生这个人的这个骨气来讲，咱们这么说，这个词很准，他的骨气来讲，还得倒霉，对吧？都承认。我现在就跟你们说，他再倒霉我还帮他。好，说不清楚，当年我们说帮的是相声，我还帮着他。为什么？你们想弄死郭德纲随便，对吧？跟我不沾亲不带故，实话再说，想折腾我们相声就不行。哎，一个唾沫吐在地下，一钉子就凿在地下了。今天我说这话负责任。郭德纲先生再倒霉，第一个帮他的说相声人准叫王自健。当然事儿不能太大啊，记住要听他的但是哦，不能太大。好，你弄得跟圈工似的，你要干那个，那事儿我就管不了，是吧？那事儿就管不了，但是说有人欺负他不行，不光他，是说相声有一个算一个，有圈外的任何一行业，不管是记者还是这个者那个者，谁欺负我们说相声都不行。我就希望说相声能吊在一块儿，别再互相说你代言藏地排油了，你代言前列康了，都是假广告，没意思，没意思。咱们吊在一块儿，咱们进主流的文化圈里，进主流的文化圈，我们就可以说成龙，你代言那洗发水就是不好用。你想想，我
生日要封印的。说相声要是团结的话、啊、这一天我相信不会太远。这辈子我赶不上。我希望也是尽我自己微薄的这个努力啊，让这个你微博吧，微博发给他，让相声界有尽可能的吧团结一点。君子如水呀，小人如油，一滴油进的水里头，水不没动静，一滴水放滚油里头，油就炸了。我来讲做一滴洗涤灵吧。对，一起一零吧，希望大家能够团结起来，好，能够团结起来，咱们说点张伯鑫的事儿吧。半天了也没说你，该到我了，光跟这儿慷慨陈词了也不可乐是吧？你得拿我找乐。哎，张伯鑫来讲，张伯鑫来讲确实不错。前阵子吧，办完事之后，正好是在北边，天通绿园北边，我说呀。就甭走了，咱们呀之前一天咱就过去上那边去，省得呢耽误时间，挺早忙活嘛。哎，奔那个北边南口那边，有大棚有采摘的，好啊。哎，您知道现在其实北京天也暖和了，再加上河粉尘一过来，对吧，整个这个作物催熟得很快。哎，正好我们后台的几个人，王志宏啊、小鹿啊、于洪涛啊、硕子呀、强子，他我们就都去，头一天就住在北边了，住在北边，说待着没事了，咱采摘去得了，站人这大棚里采摘去，采摘去，哎，这边采完了什么就吃什么，跟旁边河水里洗，哎，河水还挺凉，锃凉，拔完里头特别好吃。张伯鑫呢不采，我呢肚子太大，他爬也爬不动，上树干嘛的，爬不动，他就看人家采什么。他抢人什么吃？我是班主。哎，我当班主。哎，他也知道他们都跟哪儿待着，跟哪儿吃，就河边那儿洗完就吃啊，这东西。张伯鑫弄一马扎往河边一坐，挡着人过来。一会儿王涵过来，啊，小鹿过来，这个谁呀？硕子过来，于洪涛过来，都跟那儿猫腰跟那儿洗。张伯鑫一看洗差不多，洗完了才能吃呢，刚洗不要，还得自己洗是吧？哎。王涵，洗的什么啊？踩着什么了？采摘踩着什么了？是不？我洗苹果呢，洗苹果呢，采的苹果。